中国综艺节目《乘风破浪的姐姐》话题十足以外，每季都能成功让不少姐姐们再翻红。随着第五季即将录制，近日流出最终名单。跳针跳针跳针，叫我姐姐。台湾第一女神谢金燕就在名单中，姐姐昨天也在 IG 限动分享中国夜景，还被募集已抵达中国长沙。台湾艺人除了姐姐外，还有杨谨华、郭书瑶、曾沛慈、周蕙。日韩部分有南韩女团 KARA 成员妮可、AKB48 初代王牌前田敦子、罗志祥的前任周扬青也都来插一脚。还没开播，这阵容就噱头十足。